又有一队粉丝问我该怎么打刀妹。讲真的，刀妹这个英雄，他身为上单四姐妹中的老二，那他的灵活性就不用多说了。我刚回到现场想吃个冰，我就看了他一眼，他突然疯了，大喊一句奶奶常说，然后就被他一套连死了。就是这样一个不讲理的英雄，他自己奶奶常说，他不带他奶奶去医院就非要过来打我，好像有那个大病。但是最近啊，我又发现一个英雄，这个英雄是真的好打刀妹。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，你不会又要玩你的大虫子吧？恭喜你都会抢答了。 OK， 我们开始游戏进入教学。天赋在虫刃还有骸骨，其他的随便点一下就可以了。打刀妹的话不用抢厕所，因为刀妹一级也很弱，打刀妹一级的处理特别重要，一级可以谁跟他打，千万不要让他叠被动，一定要在小兵满血的时候跟他打，让他受不了被动就可以直接凶他。一级就算打不死也必须打点血量，如果到了二级他还是满血，那你对线期基本就很难受了，就趁着能欺负他的时候赶紧多欺负几下。他如果直接冲脸的话，咱们直接跑就行了，咱们有骸骨这样不亏。到了两级，他如果直接冲脸的话就可以直接炸他，炸完三下直接交敌放 Q， 然后直接跑就行了，这样换血咱们是不亏的。打刀妹的话不要直接 Q 他，因为 Q 不到，咱们要 Q 自家的残血小兵，就预判一下，没中不亏，中了血赚。注意看下边这个小兵，趁他快死了直接 Q 他，刀妹上了直接开一炸他挂点火，他跑咱们跟闪，再炸一下烧死。哈，小小刀妹可笑可，哎你谁啊我靠，哎我真服了这个老六。回到现场，我们大爷在反蹲，咱们在这演戏嘲讽他，你就是个鸡吧。这刀妹满被动他肯定打，给他露个破钉勾引他，哎上钩了，直接 W 沉默配合打野，直接打死一个刀妹，哎舒服了。还是那句话，线上有优势就好打多了，很多人不了解大虫子的伤害，我这样跟你说吧，刀妹这个血量已经到我们斩杀线了，可以秒了。他直接冲上来 W 沉默，重 Q 可以直接扎，直接挂点火，他先跑跑不掉，左右躲下技能去追他就行了。 Q 歪了不要紧， W 快好了继续追他，一个 W 直接吼死。现在主要是很少人对线过法虫，就是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处理，然后被杀一两次知道怎么处理了就已经晚了。然后还是对线没事 W 就吼他一下，没 W 用火站等下个 W， 打刀妹的话不要站兵队给他打，他叠满了被动伤害特别高，他如果直接冲脸咱们就可以炸他，这样换血咱们不亏，他这个血量已经可以秒了，等下 CD 直接凶他，先 W 吼一下，完了 W 歪了我死了。这刀妹给我整不会了，既然你放过了我，那我肯定不能放过你。打不了火呀，沉默可以炸他。二三下直接跑，技能好回头中 Q。哥姐，先等下技能 CD， 继续追就行了，他跑不掉。本来想省个闪的省不了了，直接 W 闪挂点火，一个大贼给咬死。小丑来了不用怕，脚底放 Q， 直接瞬移动，哎，舒服。我感觉这刀妹开挂了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他有时候叫沉默，有时候叫禁锢，有时候又叫击飞，这他妈不是挂是什么？你搁这秀啥呢兄弟，大虫子强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大虫子这个本来就是笨逼蛋的英雄，但是他也能强行让你变成笨逼蛋子，就不论你多秀，我接一个沉默击飞加禁锢，就我秀不起来你也别想秀，然后有优势就随便打了，就我可以失误但是你不能失误，你一旦失误就得死。他冲了直接 W 沉默永霜，黑一挂点火，炸完三下直接 W 咬死，真的就很简单，没啥操作需求。大爷方先锋拆掉了我的一塔，对线期结束了，这个时候咱们不要在现场待了，就去帮队友。去帮队友的第一件事就是延缓扫描，然后直接直奔下路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有困难找 AD， 这把我们下路很逆风，快到现场了直接给队友打青龙让他开，队友打起来了直接下去，开个扫描躲避视野，不要管其他人直奔 AD。 真的我这个装备来下路真的就是降维打击，就是我给你们形容一下，就是四个小孩在下路打架，突然蹦出来一个大人，对面两个小孩直接懵逼了。玩大虫子有的优势必须帮队友，因为只靠你一个是赢不了游戏的，就先负带动后负，你先起来再带动队友起来，就这样慢慢打，然后队友圈起来就赢了，这 AD 打得很嚣张啊。我又跳出来了，我又站回去了，我又跳出来了，我又站回去了，直接 W 闪永霜，一会儿再给咬死。蛇精病为什么要追我呢？
打房的话不要从这边进去，从侧面绕过去，一定要从这边想不到的地方出来。有很多人给我私信说把虫打团没用，太脆了容易被秒，那是因为你把自己当前排了。小丑把我们 AD 秒了，先把小丑咬死，骗个技能，骗个技能直接近身，近身结束直接 WQ 云双跑，多 A 一下都不要 A， 多 A 一下你都有可能会死，没技能了剩下的交给队友就行了。你为什么打团打不过后期乏力？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你还不够老六。比如像这一波对面小丑发育的很好，小地图看见小龙要刷新了，咱们直接一路扫描扫过来，然后就往这一蹲，哎，舒服。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老六，不是合格的大虫子，就必须学会阴人。对面要过来了，换个草。小丑来了，直接重 Q 女双，一个大的咬死。对面核心一死，剩下的就随便打了。丢完技能开近身等队友，就是你打团之前必须阴死一个，这样的话就是五打四，然后剩下的交给队友就行了。你打团打不过是因为你不够阴间，一旦变成了老六，那我就是无敌的。这里马上一波了，对面小丑复活了，一个隐身直奔我而来，预判 Q 中了，开近身了，等近身术这个大要死。这里本来要一波了，对面小丑的分身成精了，直接一刀给我砍死了。我们家 AD 不点塔去点人了，然后导致没退掉，不过不碍事，他们没有兵线。这里来到最后一波团，咱们现在四千血六百法强，真的无敌的存在，三星大虫子。我以前也说过了，大虫子保 CT 真厉害，都没想切 AD 直接一个沉默加一个击飞，就直接一个沉默击飞要干啥了，然后我剩下的去搞 AD 重 QQ 不要的不要紧，还是我技高一筹啊，这把也是成功拿下。喜欢的帅比点个关注吧。